28岁的赵又廷与33岁的高圆圆去年合作电影《搜索》陷入热恋，如今又圆恋已经公布1年多，二人感情十分稳定，对外界态度大方，何时结婚便成为了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。日前赵又廷带妈妈和高圆圆到张家界游玩2天，三人共待2天，玩得十分尽兴。当日又圆二人相当有默契，一身暗色系休闲装，还戴着帽子，虽打扮低调，仍被眼尖的游客发现，围观群众还不时地大叫又圆的名字，二人都亲切地微笑回应，但婉拒拍照。三人就餐时，高圆圆坐在准婆婆旁边，让她首先点菜，表现得毕恭毕敬，深得准婆婆欢心。之前赵又廷与高圆圆多次被拍到约会，都亲密牵手，十分恩爱，但这次同游张家界，赵又廷却只顾扶着妈妈，把高圆圆晾在一旁，刻意保持距离，于是被网友笑说，在妈妈面前不能太亲密，怕妈妈吃醋。